果你在一個健康開放的市場，其實市民去買，即去比如去購物或者每一樣買餸，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的原意的。但是如果是因為有一些即攤檔那些，它交很便宜很便宜租，長遠交很便宜租，令到呢是政府呢是結果呢是入不敷支，要攞公帑。亦都有啲研究報告咧，又顯示交得平租，人係買得平啲，咁所以更加就係令到呢一方面咧，我哋要去睇嘅咧，就係公眾利益同埋公帑嘅運用嘅嚇。